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妈妈。今天我们又再度来到了台泥打卡园区，这次要来五天四夜的微环岛。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到了第一个行程，去林场吃肉羹，现在是第二个休息站，要来这边的星巴克带家里的长辈来买杯咖啡。Hello， 妈妈，你要喝咖啡。上次我们去云山水的地方遇到 Ibo 桑，他介绍的叫做芝麻开门。他说这里可以吃到道地的四国定食。这边刚好三个人都是点超级哈日，这是什么去啊？四川定食。然后我这是大阪烧猪排乌龙面。大农大富，我们现在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游乐区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？台湾首座平地森林。但在哪里？就是这个整座都是平地森林啊。我说森林在哪里？就是可以看到草原啊，就是草原，大农大富大草原啊。可是它的森林要走到里面，在这里骑脚踏车就像在做一场森林浴一样。第一天呢，会入住的是花莲的瑞穗天河国际馆。今天晚上入住吗？是吧，对。大厅有捷克空运来台的 Lesvit 水晶吊灯，空间挑高27米，是全台最高的饭店大厅，让人仿佛走进花莲版霍格华兹的城堡建筑。入住饭店一律都是在城堡进行 check in， 从城堡到庄园可以坐高尔夫球车前往。精致家庭房是两房两卫浴两泡汤池的一个设计，尾联通房的一个格局，很适合三代同堂的家庭旅游。这里是休闲会馆，可以去金色水乐园，室外室内游泳。什么温泉区？水温大概20几到30几都有。帐篷里面有沙发可以休息。腾哥也怕怕？没，没怕怕。哥哥，你要搁耍吗？没，安静，我搁来耍。黄金汤，它这也是它的温泉。无限乐园里面有充气跳床，转木马，小火车。来，让我们收把抓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哥哥。你讲一个，爸爸讲一个。哇，好棒哦！现在的欧风市集，你入住他都会送给你金币，一位大概是给你300元价值的金币，就可以来这个欧风市集来做使用。这样子一袋呢，两大两小，两小等于一大。每一栋的地下室都有不同的休闲设施，那规模也都不太一样。
加油加油！阿奇不害怕。来，我们来走迷宫。耶，夹出来了！耶。园的大厅，那餐厅呢就在这里 ，Prime One 牛排馆，一楼这边都有自助的饮料。叫做点开是啥物？唔知啊，安尼啊。一种茶啦。一种茶。晚餐采取的是 semi buffet 的方式，个人认为甜食的表现优于咸食。主餐小龙妈选的是乐眼牛排。长毛来这吃饭啊！有公正街的包子，有喜乐，还有奶奶甲狗奶，还有芭比，哇，还有妹妹佫吃呢，啊，有够好看的。我讲妹妹巴嘎，妹妹巴嘎，妹妹巴嘎，嗯。油餐包、蜂蜜陈皮、可颂、红豆面包。哦，小可颂。这样，其实你可以一样点一个 set。啊。生米宝贝。是一样生米宝贝哦。有啊，那你有累累吗？你好，快点回来吗？